可以繼續加油，做多啲作品，亦都希望可以同更加多唔同嘅音樂嘅合作啦。所以會加油努力嘅。對於自己今年嘅成績滿意啊？其實我都覺得非常之滿意，同埋可能我冇一個一定要做到嘅目標，咁但係就希望自己可以幸運地，因為其實我一直都覺得自己非常之幸運，咁所以亦都好多謝上天帶俾我嘅嘢。今日唔係最盛咁嘅一次啊，大個女。我諗應該係一個嘅。哇！真係好高難度嘅呢一個動作，所以我知道有啲朋友會中意呢一個動作，亦都有啲朋友會唔中意。咁所以我都話過，希望可以試多啲唔同風格，無論係音樂上面定係服裝上面，定係其他嘢上面。咁所以我都再試多啲先。今日係你唯一一個女歌手，唔好意思，唯一一個女歌手會唔會？其實我三套衫嘅，呢一套衫除咗落嚟都係另一套嚟噶，咁所以但係咪嗰套衫坐住？係咯，點解換衫嘅？係咯，其實咧係因為一套係 salute， 一套係表演，咁所以就parade， 咁所以咧就準備咗兩套衫。其實本身仲有另一套黑色衫，其實諗住一條黑色長裙。或者呢一套點揀一套嘅，咁最尾大家都一致舉手就揀呢一套，咁所以就最尾揀咗蝴蝶結啦。有冇喺試完之後轉咗好多個圈，睇下有冇走光先咁出嚟？呢套衫我冇乜點轉圈，咁然後咧我另一套轉圈嘅衫就係呢一套，因為咧我要嘗試去跳舞啦。咁其實今日我都有取捨過究竟要唔要跳舞，因為呢一個地板再加上呢一對鞋，咁本身其實就唔係呢一對鞋嘅，呢一套仲要係高啲嘅。咁到最尾咧，我覺得我都想係要跳翻少少嘅舞蹈，咁就表演俾大家睇。咁最尾就揀咗呢一套啦，呢一對鞋。你記唔記得你今日係攞咗啲咩獎？講嚟。最女歌手同埋係勁爆女歌手，唔係歌手。勁爆女歌手。歌曲獎。女歌手你哋將呢一段咧咁樣 cut 咗佢，咁咧就即係將勁爆女歌手 cut 咗啦。然之後咧歌曲獎咁接埋就冇。係咁，今日個歌手獎咧，你係同阿 Jenny 同阿泳兒一齊攞嘅喎。係非常之榮幸。咁但係我覺得你下，係幫你補份女仔。哦，唔該曬你。你下一句係咪就要問點解？唔係，係咪即係特別有感覺？因為你知道，係咯，即係唔好咁係咯，升咗呢咁樣。其實咧，我係有好多經驗同埋舞台嘅感覺，仲係要好加油。因為其實大家係前輩，咁星夢嘅時候，大家都係做過女導師，咁所以其實我係要好幸運，而唔係話自己升咗咩。咁嚟緊咧，會唔會有啲新嘗試啊？想再有啲新嘗試，當然啦，歌曲啦，同埋啱啱所講嘅服裝啦。可能想試一下之前話過的拍戲啦，咁其實都有嘗試過少少，即係自己客串一下咁樣啦。咁然後咧就係、是、可能會想自己都創作一下歌曲啦。咁然後亦都要繼續去做 gym 啦，因為我覺得而家咧我係未夠 firm 同埋唔夠健康嘅，我覺得。咁所以想要咩效果？可能有少少線條，因為咧，我見 Sammy 前輩佢哋咧，就全部都非常之 firm， 又好好睇個身形，咁所以希望自己可以加油，向佢哋進發。之前係咪話十二月考試，而家考完啦？就嚟考完了。仲未做，未考完。考完啦，我考咗啦，係啊，我喺十幾號嘅時候考咗。考成點啊？滿意啊嘛？我非常之滿意。我其實咧。打了一個合格就好的一個精神，咁我就冇要求自己一定要話攞到好 A grade 啊、B grade 啊、C grade 啊咁樣。咁總之我自己合格到咧，就已經非常之叻女，咁所以我係合格嘅。合格有咩獎勵自己？其實冇乜點獎勵，但係我覺得要再加油努力啲先可以獎勵自己，因為暫時我覺得未夠一個時間去温書。就本身話咧，唔見大家咁多次，其實都好似見咗大家幾次，咁所以希望下次可以再加油啲。咁咧，你歌
個演唱會咧，有冇話即係都有少少遺憾咁樣，即係未即係下一年咧，或者幾時有一個計劃？上天一定有佢嘅安排，所以我唔會覺得遺憾，同埋可能有陣時會覺得有陣時出街你出唔到街，你就唔好唔開心。點解？因為可能有一啲事情係你會遭遇到嘅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今次嘅演唱會係可以擺喺下一次，大家可能以一個全新嘅方式，或者係一個全新嘅演繹去表演俾大家睇。所以可能今次係一個風格，下一次演唱會又未必係嗰個風格。所以希望大家會期待。咁而家都未知幾時早班。下年好快㗎啦。咁可能會喺1、2月。未必，可能在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其中的日子。我之前都係咪仲未諗啊？其實因為大家嚇，因為其實呢個都會有少少嘅原因，同埋我諗大家的行程都唔一樣，有些朋友可能錄咗，咁其實我都是聽一個指示去錄，咁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時間。大家可以安排到我去錄，或者是有一次一個可能不同的方式出現。咁啊，有傳話你即另外一個頒獎禮啦，入咗10大嘅選手，你會唔會出席啊？係，咁當然會出席，因為我希望每一件事都可以去重視佢。即例如你普通的事情，都希望你可以重視佢。咁所以叱咤我都一定會出席。咁上年出席唔到就非常之遺憾，係咪上年？因為自己生病。所以希望近排大家都可以保重身體。我好似我咁，唔會更加性感啊！哇！你呢一個事情，我希望我達到嘅效果係健康嘅性感。咁所以其實今次都唔係話好唔健康。咁所以好健康啊，蝴蝶結！我就係你啊！咁所以我希望下次可以以一個其他嘅方式出現啦，可能係一個好可愛嘅蝴蝶結啦。感謝各位，感謝。